新鲜食材，喜欢听猎头美食，有麻辣，有香辣，有特色拼盘，一口入魂，值得品尝。酒逢路过，不要错过。火爆全国的五分堂大连首家店开业了，大师傅大连金朝房，牛牛太传奇人，中国名大师亲自处理，上市恭喜，现已现发，用任何新单器，只用新鲜食材，洗得比脸都干净，有麻辣，有五香，好卡，冷不路过，不要错过，国营公布大连金朝房。这两天没来，今天我们全国的五分堂大连首家店开业了，大师傅大连非常忙，牛牛太传奇人，著名大师亲自处理，大师出品现已现发，连线品质货真价实，独特秘制配方模式，不用任何添加剂，只用新鲜食材，喜欢一点都干净，有麻辣，有香，有拼盘，直接品尝，走多路过不要错过，欢迎光顾大连非常忙。那不行，这正常都不行。正常里面就有吗？正常放到面加个芝士啥事儿？妈，我也不是喜欢吃面。这两个面不辣，这个我这一桌火鸡面不辣。首先呢，我回来了。加一份吗？您要先要加芝士吗？8块钱，8块，贵，来一份吧，这咱家特色。来一份烤面，芝士烤面，尝一尝。任何添加剂，只用新鲜食材，喜得冰点都干净。有麻辣，有香，口感冷若天寒，一口入魂，值得品尝。走过路过，忙。火爆全国的五分堂大连首家店开业了，大师傅大连花椒，哪个花椒？第一随便，十二，随便，像一样，行。方便看一下特色炒冷面，烤冷面看一下，各色芝士烤冷面，香甜软糯 ，Q 弹拉丝，各色烤冷面尝一尝来。老实让你尝尝啊！
特色方便面，有一个不放假的。亲自处理，大事不行，没人打。